What's up, guys？ 欢迎收看 Rich In TV。现在是早上七点半，首先准备去孤儿院打扫。这个功课是我学校的功课。So let's go。做一点慈善这样子，有点是第一次做 charity work， 所以我也不懂在发生什么事情。所以现在我们是去，现在我是去那个 The Salvation Army， 在那个 Kenny Hill 那边。第一次他们是讲是那边是 girls home 那边是女孩子的，所以现在先过去就。全部人到了，先我们开始做功课啊！哟，所以现在我们在彼得家打扫完了，现在彼得家他请客，因为今天是中秋节 ，so。看他煮什么 ，Let's go。哎，米德，看这个猫山王的榴莲酥，试试看吃，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，这个就是它的里面了，哇哦，像好吃一样。嗯，好的。这很可爱哦。这个还小的。看这个，这个大号。这个它厚，它特别是它厚，很少，你可以看到这样厚的。那种感觉就是吃这个猫山王的饼，那个什么罗蒂，一边看花的感觉。耶、yeah. 嗯，这个很脏，不是上次在前面的，然后。那个大进来吗？哦，小的就放后面。哇塞！嗯、还有他的，还有这个两个也是，这两个，这个叫一炮红，细的。一炮红。真的，它是叫一炮红，它是细的，它是，怎么讲啊？它是高啊，算是素。对。那个地方美 ，Supreme。哟，Guys， 这个就是 Sonia。他终于从 KL 回来了，哎呦，很久没看到他。所以在 KL 过得怎么样？过得怎么样？没事，你怎么这样发给别人的吗？我的品包。哦，走，谢谢大家收看我的 video， 走，这个 Victor， 谢谢 Victor 邀请来我家，来我的家，谢谢。
就这米特邀请来你的家来讲，我们啊米特的家来，是庆祝中秋节 ，so the goodbye，thank you 。